红烧肉。卤料包，我一直用的这个吉祥湾家的卤料包，老朋友都知道，我每次展示的也是这个。我玩这个视频一直用的都是这个牌子的，它里面是这种的。用这个的目的就是省了各种的汤料。辣白菜，今天吃火鸡面，汤蒸锅。
卤的排骨，脱骨了。益生菌果蔬粉。